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次节目，我们的海底小纵队为您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彩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里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彩泥，就是我们的绿色。现在用我们的这些彩泥来制作我们的彩泥蔬菜。这是我们绿色的叶子，现在把我们的这些绿色的叶子中间包上我们的蔬菜。这是我们的粉色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用我们的粉色制作一个粉色的蔬菜。现在把我们的蔬菜用，这是我们的叶子包起来。
是我们的叶子。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